你唱袂了，我嘛听袂了啊！歹势啊！哎呦，我是唱歌为生的，你搁安尼，等下我唔敢唱歌咯。哎呦，想我唔是别人，我就是本地乡，大家人拢捌我，我名叫青梅阿英。我阿英啊，就是我啦。当初是阮老爸教阮讲起，当初是阮老爸教阮名的时阵，要创什么？哎呦，要上眠床顶也无看日子的款，啊，把我洗成到一个青梅，甲别人无同款，真正是气死人。想起当初是阮老爸死去了后，阮老母在怨叹。哎呦，你看，伊讲囝，你看，恁爸死哦，我都看袂着，你看。哎呦，打蛇出来，讲我目睭看袂着，你叫我讲，你看，恁老爸走了后，你看，哎呦，因为老母就无心无食，逐天拢无困，咧烧烘啦，哎呦，隔壁人讲伊三拜啦，讲伊三拜是五百啦，三拜，哎呦，讲啥物啊？烧烘啥物受严重啦？安尼就离开世间。好驾驶，我会当唱歌为生。我本来要去上班的啦，哎呦，顶个月讲啥物啊？哎，公车欠司机哦，我走去应征，你知无？我去报道的时阵，哎呦，叫唔免安尼啊！哎呀，当司机哦，讲真歹头，啊，我戴得太阳眼镜，好啊，遐一个月啦。讲好的时阵，我要准备要签名的时阵，别提我啊！我真闹亏，你知无？就是无头路的，后来啊，都想无办法，不是我贫惰，因为走去遐修理学堂拜，我嘛想要认真拍拼的，我走去学堂拜，讲头家，你有欠无？欠你做个修理学堂拜，我好无，明仔载开始来做，我明仔载去的时阵，哎呀，你敢不知头家无水流啊？遐歹车放遐边啊，遐好车拆拆落来，遐头家看着讲，气死，我为怎样，我讲头家，就生气，甲挂出来。啊，所以我顶个月了后，我就受着刺激啦。所以我唱歌为生，好加载哦，足侪迄种个啊，店卖头家哦，头家娘，吼，拢无气欠的，小看互我趁。我想讲今仔日天气遮好，就安尼啊，准备来去，啊，准备来去做生意，来去哦。